我的名字叫周清才，我今年70岁，我从60岁才开始学画，虽然太慢了，不过我一路来都很用心，很用心的在练习学画。虽然晚了，但他的用心追上了专业。学水墨画必须要有兴趣，第一必须要去做很多的练习，放弃的人很多，他也能够坚持继续画下来，然后又能够画得这么好的，那毕竟是很难得的啦。他非常认真，非常好的一个学生。人家画一张，我画10多张了，人家一张交上去给老师，我画了又再画，画了又再画，画到我满意我才交上去了。现在他开始在石头上作画，功力又向上提升。这个画跟在纸上画又不同啊，很难哦。不过我一直很用心，一直画，一直画，画到也不错啦。老师都很称赞，画得很不错。我已经70岁了，眼睛花，有时候画得很辛苦，真的。不过我还是尽量坚持下去了，画到我根本完全不能画，我才停下来。大爱新闻黄逸晴，马来西亚报道。